相比熊乃瑾，另一位女主角姜凯彤的恋情则十分稳定。自从2012年被拍到和韩庚一同乘车吃火锅的照片后，两人的恋情就随之曝光。不过起初碍于偶像包袱，两人对于恋情都三缄其口。因为作为偶像明星，过早恋爱难免冲击事业发展。不聊了，结婚还早。